咱人人啊，心中都有一股清净的泉水源头，这是人人本具哦。但是，咱唔知安怎，一直找不出了迄个水的源头，所以心地真干涩。咱现在都是爱找啊，找到的时，知影讲这个所在就是有水脉啊。你用心去解掘落去，明明应该呢，水脉都要互你掘到啊。咱若是安尼，该放手去啊，那水还是袂出啦。咱都还可再用一个缸，无听到呢。它伫迄个水面源头啊，就是啊，敢那一块石头呢？听，你那一当，迄块石头该搬开啦，可能一当涌出了清泉来，先得咱的果。会记得捌讲过了阿尼的故事啊。有一日，庄头欠水，人都活袂落去了。有一个囡仔看到大人伫咧掘水的时，大人水骨甲真深咯，但是呢，这个囡仔赶快伫迄个所在真勇敢伫咧搬。不过，这大人骨甲人感觉着讲无效啊啦，这骨骨落去也是赶快无水啦。不过这个囡仔感觉讲。既然这么多人这样用那么多工在滚这样就要放弃嘛，是啊，这些大人已经没人了，所以也没信心嘛，就离开了。这个孩子他就下去那个窟窿底，还是不断不断啊，我在滴滴喂啊，滴滴喂，喂噶，看到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重啊，不过大家人拢走了去咯，伊一个囡仔无法度去搬开迄个石头，但是呢，伊都真忝啊，趴伫迄个所在。昏昏沉沉的要睡去啦，诶，好亲像呢，有听到什么声？用耳骨来用心听看卖呢，哦，好亲像有水在咧流的声诶，到底是对倒位来？伊呢，赶紧就用手啊！我直直播呀，直直播呀，六天六暝无离开迄个所在啊。迄当初直直播开了这个石头的下面啊，安尼播开了后呢，这个石头已经有迄个坑，伊就用力呢，安尼解。打开去，这个石头一开去呢，哇，水啊，就伫迄个所在，安尼滚出水来啦。这个囡仔呢，伫迄个所在，力用尽啊，分去啦，水呢慢慢伫个涌出来，安尼，甲这个囡仔浸干呢，已经呢，伫伊身躯的树林。一挂人伫咧出来找这个囡仔，
知迄个囡仔伫迄个窟窿底，不过迄个囡仔已经呢精神了后，开始呢用尽力气啊，搁伫咧叫啦，有水咯，有水咯，哦，有人听到啦，听这个声，探伫迄个窟窿底，看到窟窿有水耶，而且呢。这个囡仔搁昏去啦，大家人赶紧的，把这个囡仔救起来啊！大家人看到这个囡仔已经呢，六天的时间啦，在这个窟窿底搬开迄个石头，和这个泉水安尼涌现出来，救到一个砖头。这是一个故事，大家人想要开出了这个水脉啊，明明水脉都得要到啊，但是呢，信心失去，离开了，那不是亲像这个囡仔，伊的信心，大人既然无要开，囡仔来开嘛？你看，同款的。伊会当头开出了大地的水果，咱呢，太亲像迄个囡仔的精神，咱都爱用心嘛，用心，自然咱嘛会听出了咱心中的水源啊。所以呢，咱爱有信心。失去了信心，是因为咱无用着法啦。咱若是用着法，咱有信心啊，自然呢，搁再加一点的勇敢啊，都听出了迄个心内的水脉出来。再勇敢落去，心内的水脉伊嘛会涌出了泉水。心的泉水涌出，迄个清流呢，自然就会洗涤咱的过往，咱的这个心啊，亲像一面镜，就是需要切啦，需要洗啊。咱若甲伊洗清气，切互伊明亮起来，那安尼呢，这面镜伊就会当当好感觉。会当通来感召大地一切的祝福，所以咱勇敢啊，都亲像伫咧骨髓、骨髓的人，都好亲像咧伫咧即件爱勇敢，咱即边心境才会当清净，也那无呢？到底？咱的烦恼是对倒来呢？其实烦恼拢是家己来的，所以家己自己障碍家己的生活环境，家己障碍自己呢人际的关系，家己障碍家己呢迄种心灵的开通，都是家己障碍家己一切的善。所以无形中呢，一直累积的烦恼啊，心若有无明烦恼，爱借这忏悔的水啊来洗涤吼，洗心，就是用功夫解气皮啦，就亲像拄只搬开迄个塌掉迄个水脉，干那咱用大概搬开。了后呢，迄、那个涌出的清流，都会当通好先得咱心的果位啊，咱的心啊，都宽以顺，都无有过什么款的污染嘛，人我是非，安尼呢来困扰咱的心啊，
都爱亲像迄个搬开水妹，迄粒石头，迄个囡仔，遐尼单纯啊！我常常伫咧讲，净化人心，净化人心，必须呢，爱将咱一个呢清净的涌泉啦，这个泉水呢，去改德国，去改先德，这个心地的果位，自然呢，那呢台湾经济啊，伊就会当通敏感无障碍，这呢。就是敢那一粒心嘛、啊，所以咱心水泉源本在啊，搬开它空嘛，一石头自然呢就涌出清流德国，坚定敏感无穷。Thank you.